状况最多应该是我了，因为我多尿，每几分钟要排的时候，我就讲导演我很急。没错，状况最多的都是他，还有他，因为都是男生状况最多，因为他们就是整天尿急，然后膀胱又少，然后整天在 complain，男生好烦哦。这个更糟糕。哎，你们在讲什么？人家讲 NG 是就是啦。哎呀，人家一天一次，你们一天几次的咩？哎呀，其实没有啊，我一次而已啊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的状况啊，我不知道他们，我没有跟着他去我不知道，你问他。他记得他脚受伤，然后每次拿这个当借口。他每十七分钟就要吃点东西，这个。你不要看他瘦瘦这样了，那些东西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哦，还会变美金嘞，吃这些东西就快啊，我哪有算了啊，你我的东西全部给你吃完了。为什么他的骗人，为什么达真的声音变成这样了的，他变男人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去了一趟中国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去哪一省啊？不行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抢镜头，我一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好无聊啊！好的，我到北京了，这时候你卡什么呀？卡干嘛？我不要理他了，好吗？行了，真没礼貌，这卡什么呀？老人家，你歇一会儿吧。啊，等一下你尿又急了啊！我打麻将去。啊，去，谢谢各位。不要讲了，蛮好玩的。好，哥。咋了？